我们的冰冰姐有请。好，我们的冰冰姐呢，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的台中，来到了达利亚艺术园区，带领了我们的艺人们一起来到了我们的现场，掌声欢迎冰冰姐。欢迎，嗨，大家好，以及台中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你们好不好？好，欢迎，请大家都到中间来吧。是是是，看好的，好，都欢迎，欢迎，到这来，到这来，也欢迎楼上楼下的朋友，欢迎都到这来啊。是啊啊，我看短了，我看了，比较短的吆喝。是，谢谢今天的主持人。是，我来介绍一下啊，今天我们只是代表，从年初一到年初六，会有很多大牌的巨星，但还有资深的明星。这个活动叫做向资深艺人致敬。然后整个活动是很有意义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活动？我待会儿慢慢的告诉大家。首先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，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欢迎台一线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台一线，我是东面，我是阿文。我们就是周一到周五在中视冰冰秀，站在冰冰姐旁边两个小鲜肉啦，东面跟阿文。对，那在近期之内呢，我们也推出了我们最新电音单曲《我的欧都麦》，嘎吹嘞，吹嘞，吹嘞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。的部分哈，我们在讲话不需要有 echo 哦，否则你们讲话讲太快了哦，连在一起了。所以在我身边有个好处啊，我带着他们一起主持冰冰秀，那我整天谁谁亮哦。为什么谁谁亮呢？因为经验的传承不是一天两天的，没错。那我教他们，给他们机会，那未来你们会孝顺我吗？尽量啦，一定会。尽量啦。另外为您介绍这一位李雅婷，也让她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你们刚才两个人自己的自我介绍并不好不好，再改进。好，没有关系。你们都没有讲你们从打哪来的，你们曾经的丰功伟业是什么？人们为什么一定要透过冰冰秀就一定要认识你们呢？重新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台艺线，我是东彦，我是阿文。好，讲到阿文哥就厉害了，以前小时候是五等奖五度五关流行热舞，现在是各个大牌明星的舞蹈总监。对，有谢金燕啊，周杰伦、孙燕姿、张惠妹、SHE、凤飞飞等，谢谢大家。真的，东彦介绍一下，东彦话速度可以再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现在由阿文来介绍东彦。东彦也是以前五度五关奖200,000的擂台组，然后流行热舞，也是各个大牌明星的舞蹈老师啊。然后现在在冰冰姐旁边一起为大家服务啊。对，最大牌就是冰冰姐了。我们过年的期间会有很多的大牌，另外为您介绍我旁边这位大牌呢，他为人很谦虚，所以他不仔细介绍的话，你们忘了他是谁。李雅婷，告诉我你曾经的作品有什么？欢迎李雅婷。好，谢谢冰冰姐。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，我是李雅婷哦。那最为耳熟能详的大概就是亲家麦给稿，我是演王中平他老婆，我应该看过我的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大家都看过亲家麦给稿的两位男主角，一个叫做丑婆呀，叫李罗，一个是倒笨手是吧，叫卓胜利。那他演的是卓胜利的媳妇儿，那当年演的是王中平的老婆，然后这几年呢就像充气猪一样。把你见起来，未来你变成王中平老婆，变王中平的妈了。对，那没有关系，我也喜欢演妈，因为今年是我的年。是属猪，我是属猪的，然后今年又是猪年，所以我就让我自己吃的有一点像猪的。其实我们年初一到年初六，每天有不同的大牌在这儿，看看我们的看板有谁呢？有叶启田，有黄喜田。有刘福柱，有方瑞娥，
冰哦，冰冰姐，蔡依德哦，蔡依德大哥啊。啊，我讲了白冰冰两个婆婆先无看大家。哦，还有白冰冰小姐，还有尖叫声哦，我年初一到年初六，还有白冰冰耶。啊，你就对啊，人足侪你看，我用规张嘞，因为其实因为整个看板哦放不下。除了白冰冰、叶启田、游福处、黄西田，我把宝岛双田都弄来这里了，哦、所以桂林拿来扩的波特香肠哦，都给大家见了好等了啊、哦、还有贺一航、碰碰、方瑞儿、方俊、蔡义德，还有什么蓝如杰、古棍阿北、哎，还有林大进啊，哎，我爱柯晨基什么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记者朋友需要的话，我再把这一张给大家，这样哈。啊，你们拿着。好，那人很多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呢？我要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来过这个台中软体园区的人，请举手。哦，都来过，都来过，过好多次，因为太好玩。为什么有这个台中软体园区？你知道吗？有一位张义昌董事长，啊、我跟伊无熟识。哎呦，啊无熟识，我来来讲呢，这个非常的感动。人生哈、哦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那常常呢，挫折会变成你的成功。在上个月。我帮高雄拍了一首叫做《来去高雄》，全世界的艺人，那我就来去用无钱，我家己提钱出来，都干那我尔，成功，但咱就做生意，要帮高雄。结果呢，有人给我贴标签。那冰冰姐的人生哦，通常我都是很努力的，一帆风顺没有在我的人生出现过，人家给我贴了标签。我就努力的把标签化为勋章，或者做不难看。结果呢，在某一天晚上，我的脸书就有我们这个台中软体园区的负责人给我留了一个短信，说有事情要跟我谈，可不可以跟他们联络一下？我想大家是真的啊，假的要死人，现在吼骗子很多，诈骗集团很多、啊、对，我就赶快先 Google 了一下台中软体园区哦，当属六叫做张义昌，那张义昌先生他一路走来非常辛苦，那人生还碰到了一个最大的他的挫折，就是他的身体啊，在前几年他有一个比较重大的疾病，后来去把器官换掉了，换掉以后他就立志要把台中软体园区，这是他的理想。他想我们台中人，台中本来就是一个文化之都，要让台中有文化，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棒的艺术园区啊，艺术广场啊，有草间弥生的一个艺术馆。我本来大年初一要把这个董志成叫下来的，因为董志成打扮那个草间弥生有够像，哎，那他这么这样的有心，然后呢，因为他自己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，那他就觉得很想，因为他在电视上听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说哈、哦，唱国语歌的都有机会可以去北京、上海，唱台语的本土艺人。机会已经很少了，那做个好事你们还要打压，到底要怎么样嘛？后来这个老板他就很有心，他说冰冰姐，你就带一群资深艺人就来到我们园区，年初一到年初六就表演给大家看，因为在我们台湾这个传统的社会大家都很孝顺，大家有又好不好？哇，两个节日可以做友好、欸、一个是七月，大家恭喜鬼月，但是七月是孝道月，七月的故事来自某年救母，木年救母，它是个孝道月，然后呢过年大家都知道围炉的那个晚上要守岁，对吧？所以守岁的过程大家都在拔掉，但那就是表示说守得越晚父母亲的年岁寿命会越长, 越长啊，所以守完了岁之后，大家第二天睡饱饱的，那这个
白天一起床就可以来台中软体园区，带着爸爸妈妈全家人一起来同乐。然后我们的表演时间在什么时候呢？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半啊，每天有一个半钟头，有很多精彩的节目，而且每天的节目是不一样的，每天来的大牌也不一样的。因为为了要让大家开心啊，总不能只有资深艺人，还有很多很帅的欧巴啊，对，小鲜花啊，年轻偶像，所以这很可爱，有欧巴。有欧巴桑，都有兼顾到了，也有欧巴桑，也有阿芝喜，通通有哈、哦欸。你们都快要变阿芝喜了，已经不是欧巴了啊！欢迎大家年初一到年初六啊来这看节目，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宣布是完全免费的，我修了，这就是张义昌董事长他想要做的好事。让大家孝顺父母，可以跟着父母一起来这边看我们唱歌，看爸爸妈妈爱看的歌星，爸爸妈妈爱听的歌。对，所以大家孝顺的孩子们，记得要带着父母喊你们好，带着他们一起到台中软体园区，它的英文叫做大理啊，原来大理就是用大理，大理的意思，大理艺术园区。那在这呢，我们今天很特别的吉祥物都好了，准备好了。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吉祥物，吉祥物，那个吉祥物，我们特别呢为大家带来一只最可爱的明年，明年是什么年呢、啊？大家知道吗？猪年，所以为大家介绍一头欢乐猪，有两只粉红猪，欢乐猪要走上台有点难，大家帮忙他，帮忙他，哦，帮忙他，哇，等一下。在里面的人很欢乐，我来介绍一下欢乐猪跟粉红猪的设计人，他是一位警察贝贝、哦，警察，警察。那月忽然带来了，那里面也没有人可以穿啊，这位警察先生自己穿在里面，他叫王子健先生，来我们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好，我们台中人。热情好不好？我在讲王子健，大家在尖叫，在欢呼之，好不好？我们谢谢王子健，掌声加尖叫声。哇哦，就很高兴啦。待会儿哈、可以让小朋友跟他拍照10分钟，太久也不行。现场拍照，要跟着我们一起走的。来，欢乐猪就到前面来，来往前走一点点。那有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首先我们要谢谢台中软体园区的负责人张义昌董事长，但是他现场到底有没有在，我不知道。由他们现场的负责人是谢耀谦博士，欢迎谢博士，欢迎。那我们分享，因为刚刚我讲的是我揣摩他们的心意啦，就是说台中软体园区。力挺这些在台湾比较已经没有什么机会，以前有秀场啊，现在没有秀场，那所以他们力挺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表演的地方，而且表演还免收费，不用买门票就可以看了，但真正的心意要由他自己来告诉大家。我们再热烈掌声欢迎谢耀谦博士，欢迎，谢谢冰冰姐、林宪、雅婷，还有我们可爱的三只小猪，以及各位现场的乡亲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好，我是东洋集团这个大买家的副总谢耀谦，那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请到我们国宝级的艺人，我们知道我们大力 Art 艺术园区主要是秉持着推广我们的艺术文创做一个平台，让我们的
当代的艺术家或者新的艺术家，以及我们多元化的艺术家啊，能够找到一个平台能够发挥啊，尤其是我们国宝级的艺人，像冰冰姐啊，这样资深的艺人一直不断的为台湾的演艺圈在努力。那我们董事长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，也请我啊连夜的跟冰冰姐联系，那冰冰姐也很棒啊，当隔天就马上答应了，那上个礼拜五也来了园区实际踏勘，因为冰冰姐说她必须要完全了解我们，她才愿意来跟我们合作哈。这种谨慎的精神我们很佩服，所以今天啊，仅代表我们董事长以及我们中阳集团所有的员工啊，为我们这些辛苦的艺人致上最高的敬意，谢谢，谢谢谢博士，也谢谢这个我们的媒体，还有啊，愿意把这么好的善念啊传递出去，给我们台湾的每一个角落。那也欢迎大台工的朋友以及全省的朋友，在春节期间能够来共襄盛举。以上，谢谢。谢博士，谢博士，等等，我要请教你哦。我们现在摄影机也可以拍一下，往上面拍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沉思者。哇，这是一个很棒的艺术品。嗯，那沉思者呢，它是这里的地标，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它。除了沉思者之外呢，还有爬窗户的工人呐、啊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艺术品。但是我们很多台中的朋友就知道，那外地来的朋友不知道来到这里要怎么玩。请告诉我们，来到这里从进门开始，我们要从哪一个馆要怎么玩呢？要不要告诉我们一下？好，谢谢冰冰姐哈。我想各位看到这个蓝色巨人，它的意义呢，我们认为现在很多人啊、哦，他会拿着手机去思考，那不是一个坏事，但是过度沉迷总是不好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他到园区来，除了跟陈思者照相有个警惕，告诉他现实生活里面有更可贵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弄了我们的雪山巴黎的一个古董啊珠宝展。那这个珠宝展呢，我们是邀约了意大利、法国、香奈儿、坎贝尔这些金贵的这个珠宝，然后来展示，让各位培养这么美学。那再接着过来，我们就有一个多功演艺厅啊。那目前我们演绎的是草间弥生啊，目前当代啊最厉害的女性艺术家啊。他的一个纪录片，让各位看到他从挫折如何成长啊，以及来效法。那过来我们推广啊，在我们的 A 馆啊，我们推广我们台湾的艺术。我们跟我们文化部草屯工艺所合作，找了64位我们顶尖工艺大师。那我们做了一个顶尖工艺大师的一个展览。那这些展览呢，都是希望各位能够在生活上能够学习到这些大师的精神，然后养成我们的生活美学。那当然在我们的所有的店铺里面啊，陆续续都在准备开幕，在春节期间。那这里有文创商品，有艺术这个商品，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各地精美的美食。那如果各位在我们园区周遭在看，会看到我们很多装置艺术，这些都是我们董事长请国外的这个所谓的艺术家啊，到我们这边来驻村，所以包括我们的东湖公园都有很多很漂亮的艺术家。这只是要把台中的美学啊，向全世界、向全台湾去发展。那以上，谢谢冰姐给我这个机会介绍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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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博士，我们热烈掌声，谢谢谢博士。那因为我们今天来这就是带着我们满满的诚意，在此告诉大家，希望大家告诉大家，老丁就老卡，阿母就阿爸，阿母就阿姨，大兄就小弟，小妹就大姐，初一到初六，大家共同来到支持，白天就可以来玩哦。这里也有好吃的餐厅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，有餐厅对不对？有餐厅，谢博士有餐厅对不对？是，有几家餐厅啊？有几家？蛮多家的在哪里？就是连一整栋的大楼，那边这边通通有哈、哦。所以过年初一到初六，你可以一整天在这里玩，玩完了累了可以喝咖啡，有咖啡馆；饿了可以吃饭，有餐厅。那晚上呢，我们这边会有白椅子、长辈坐椅子、年轻的椅子不够就站票好了哈。哎，如果椅子不够的话，欢迎大家告诉大家一起来演。看我们的演出，而演出会很精彩，用我们台湾宝岛秀场的方式，也有舞群哦，R2 舞群哈、啊，哎，这个演出方式已经不是现在的电视节目可以看得到了，
大家都穿好看的秀场的衣服来这表演，希望大家告诉大家一起踊跃来参加，然后也会有我们可爱的欢乐猪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拍照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先开放拍照好了。来，欢乐猪的两位，你太活泼了，你太活泼了，来来，吓到小朋友，我怕你跌倒了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跟欢乐猪拍照哦。哦，司马玉娇也赶来了，他三分钟之后会到啊、哦。那在到之前，我们先让摄影机举各位朋友的手机，哎，一起，我们大家一起跟欢乐猪一起拍照。那两头粉红猪呢，就自动补在旁边的位置，好吗？谢谢，好，来一起一起。好，哎，来那个台下你们过来这好不好？哎。那不要坐到那个猪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正前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一二三，稍微靠近一点，谢谢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前方的摄影机，好，如果你手上有相机、有手机的话，你可以赶快拿出来帮他们拍照。哇，在新的一年2019年呢，是我们的猪年，冰冰姐呢除了领衔带了我们的资深艺人猪外呢，也特别带来这个可爱的欢乐猪，还有我们的猪夫妻一起来到现场，要跟大家拜年。是的，那待会儿我们记者会结束以后，我们欢乐猪开放让小朋友，不要让他穿太久好了，5分钟、10分钟以内，那开就可以一起拍照。好，那现在可以一起联访了。是，我们可以先进行联访，我们也请我们的这个记者媒体朋友们，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吗？还是怎样？